大家好，朱哥，期待了好久了，奥迪总算在台湾呢推出了 MEB 纯电平台，而打头阵呢就是这一台的奥迪的 Q4 e-tron。见识一下这台呢选择更是更加帅气的 Sportback 车型，里面的 45S Line 后轮驱动的等级，尤其它更是呢早发版本的 Edition One， 包含了21寸的铝圈呢，还有最棒的 Matrix 的 LED 的头灯。因为呢它的售价刚刚好了，就跟他的同级对手 BMW X1 啊，还有包含了宾士的 EQA、EQB、Mini 里面的 Countryman SE， 甚至呢还有 Volvo XC40 的 Recharger， 它还是豪车品牌，它的内装质感、组装品质还是好了非常非常的多。今天针对这一台呢 Q4 Sportback e-tron 45S Line， 马力、它的操控、它的配备、动能回收这些呢，针对它来了解一下，200多万的价格买它是否值得呢？而这台奥迪 e-tron Sportback 45S Line 呢，它有三个特点，非常的特别。如果购买了 45S Line Edition One 限定版或者是55 Quattro 的话呢，这个头灯造型非常特别，上方这里呢则是 Matrix LED， 还有四种样式可以调整，非常非常的酷炫。Q4 Sportback e-tron 45S Line 它后面有个面积非常大的鼓式刹车，你没有听错，就是鼓刹。因为原厂说呢，这台车电动车呢，动能回收，它刹车能量已经非常的足够了，所以后面有鼓刹就够，而且鼓刹呢不代表的刹车力道比较差，可能是因为奥迪呢为了以后呢即将上市的 EU7 限制刹车粉尘，所以呢抢先规划的。不过你远远看上去没有碟刹总是不习惯了。大家知道奥迪的接下来有进军 F1 的计划，所以这个最新的 S Line 方向盘上下平把式的，它造型的比起过去只有下方平把的更加激进，造型非常好看，很像开 F1 的赛车一样。上方还有这个全新设计的 S Line 的一个标志，尤其它的握感粗细非常的适中，上方呢也有电容式的按键，车头呢更是因为 S Line 而且还有黑化套件，看起来就是一个帅气，甚至呢我觉得它比呢它老大哥 Q8 更加的有型。奥迪并没有放弃呢经典的水箱护罩造型，这个八角形的，不过它本身呢并没有开孔，因为呢电动车呢它所需要的散热面积并不需要那么的多。但今天如果要选择呢 Q4 e-tron， 我会建议你呢直上这个 Sportback 造型，因为呢这个低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啊，它呢比起的同级车型呢更加的低趴，尤其呢车侧这 S Line 的造型，还要包含这个浪板，多了这块黑色呢，让车侧看起来呢不会那么的厚重，中间呢有个尾翼呢贯穿在中间这里，让后挡风玻璃呢不会显得面积过大，让它后面看起来呢太过于厚重，还加上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体贯穿式的尾灯，好、哦，只不过呢它并没有像老大哥 Q8 一样呢有 OLED 或是那种后方来车警示功能，这比较可惜一点，但是呢它的整个的灯条的排列依旧是非常非常的好看，非常的帅气。光是后面的厚薄感呢，包含了烤漆面、雾黑面、钢琴烤漆，还有后方这里写着e-tron 字样，下方除了 diffuser 之外呢，它后方这里呢也像以前一样奥迪车性的都有开孔，这里呢可以引导了车尾的乱流，加上了全平整化的底盘，看起来非常的好看之外呢，也让这台车 0.26 的 CD 值，风阻系数呢非常非常的低。而至于它内装的部分呢，则是满满的科技化的感觉，而且呢这个地方偏向驾驶者的设定，我觉得还蛮漂亮，虽然说它并没有像 Q8 一样呢有三萤幕的设计，但我觉得这质感组装品质依旧是非常非常的不错。它的门板的前方这里也是软质材料，还有包含内里铝质的拉把、钢琴烤漆、皮质包覆，还有这个压纹设计，整体质感的确是有奥迪的感觉。而前方这个 10.25 寸的数位仪表板呢，它左右两个圆圈圈的则是不能变换，它唯一能变换是中间这个地方，其中包含它的长期记忆、短期记忆，还有包含它的续航里程、日期跟时间等等啊，还有自动跟车，而且它的跟车的动画是旁边也会有一点点的虚拟实境，但并没有像福斯车系那么样的夸张，是完全的 3D 虚拟。中间这 11.6 寸的中央数位多媒体萤幕呢，它则没有像老大哥 Q8 那么的酷炫，下方这里呢也是实体拨杆式的冷气控制旋钮，并没有个第三萤幕。而且这台车呢，它的 Android Auto、 Apple CarPlay 呢全部都是有线的，但是呢把它打进倒档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呢它的360度环境呢解析度依旧是非常的清晰，而且呢
有非常多的境位可以选择。这个地方呢，它几乎呢旁边都没有任何的残影，这个部分依旧是奥迪的强项，非常的棒。下方这里呢，悬浮式的中控台，包含了你的驾驶模式的切换、双黄灯、防滑关闭，还有呢这个引擎启动的，事实上你并不用去按哦，你一上车只要呢踩刹车，它就自动的会发动了，而且呢你下车的时候呢，你也不用呢特别的去把它打到 P 档去，打到 N 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它就会问你说，你是不是要在离开车辆之后呢，让车辆可以滑动呢，是或否可以选择。而前方这里呢，除了说有这个内铝直饰板之外，下方还有这个e-tron的字样，以及呢烤漆面。旁边这里呢，则是两个非常大的冷气的出风口，我相信呢，坐在副驾驶座的人绝对不会喊热的。旁边的这个实体旋钮看起来不显眼，但是它的音量是可以用转的。你看，光是这样转的，它就可以去控制它的音量。但你要小心，不要转太多圈，转太多圈的话，它音量会太大了。而下方这里呢，除了说有三分割的置物空间，这里可以放手机之外呢，这里还有两个Type-C的充电插座，以及12伏特的外供电源。其中最特别的是呢，这个手机的无线充电板，它是的垂直纵向，你可以这样子呢放进去之后呢，它这边有个夹子呢，可以把它夹住，非常的棒。如果说想要再加强这个 Q4 Sportback e-tron 内装质感呢，可以加价18000元的选配 Sonos Premium 的音响系统。而中间这里呢，也可以选配呢三区的恒温空调，它要价是37000元，包含了全景天窗，选配价格呢则是57000元。全彩式的环舱气氛灯照明呢，它选配价格则是4000块，而且呢全车系呢都还可以选择呢价值6000元的前座双层的隔音胶合玻璃，还有包含e-tron的专属升降控制呢，选配价格呢则是呢27000元。因为在 Q4 是全新的 MEB 纯电平台，所以呢它轴距来到了2764公里，所以后面翘二郎腿非常的方便，非常的舒服啊。而且前方这里呢也是全国领式的地板，但前方这里呢必须要选配三区恒温空调，这台 S-Line 呢才有后座冷气出风口跟恒温控制。头顶的部分呢，因为呢车身造型的关系，所以上方呢剩下一个拳头左右的空间，它的椅子本身呢也支援了424的分离，相当的方便。中间这里呢有一种另类雪橇孔的功能啊。Q4 Sportback 车尾真的很好看，打开这个面积非常大的尾箱门，但是电动开启，后面的标准置物空间来到了535公升，而把椅背放倒之后呢，最大可以扩充到了1460公升，而它的底板呢也一贯的风格，可以陷到第二层去，额外增加将近快有10公分左右的深度，方便你放更深的行李。而至于呢它 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的部分呢，当然它有 ACC 的主动式的定速巡航，还有塞车的辅助系统，还有车道变换系统，还盲点侦测等等的，也就是呢 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。它跟车起来的感觉呢依旧十分的柔顺，而且呢它对准这个车道线呢也感觉上的蛮准的，但是呢它控制 Level 2的车速以及车距呢依旧是躲在这个方向盘的后面这个拨杆。当然呢使用程度上面呢习惯就好了，比如说呢它这一颗是设定车速，往下扳是解除，上下扳呢则是设定车速。但是如果说呢能够让它呢在方向盘上面，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，直接透过方向盘上面的按键来控制，而不是躲在这个方向盘后面的拨杆的话呢，相信使用起来呢会更加方便的。至于呢这台呢 Q4 Sportback e-tron 45S Line， 它的动力表现的感受如何呢？虽然说呢它是后轮驱动286匹，以及呢中效扭力的 31.6 公斤米，但是呢这个是45车型，台湾引进呢是小改之后的，提升了动力，而且提升了它的续航里程，因此呢它的0到100的加速呢是6.7秒，比起了改款之前的8.5秒的快了不少。而且这一台呢它比起了55 Quattro、那个前后双马达的5.4秒呢，事实上6.7秒0到100加速呢并不慢，整个全电门踩一起步那种扭力全部输出的感觉呢，依旧是非常有电动车的特性。它的前后配重的感受非常非常的均衡，急加速或者急踩刹车，它前后那种跷跷板效应呢非常非常的轻微。当然也因为这台车呢它是呢 S-Line 的车型，所以呢它搭载了这个 S-Line 的运动化的悬吊，不止呢降低了 1.5 公分，你看这种大转弯大回旋hold 住姿势转出去，然后接着出完全电门， OK， 这个电动车操控的这样子的表现呢，我觉得
非常非常的均衡。而至于它的隔音的部分呢，除了说呢可以选配双层的隔音的胶合玻璃以外呢，这台车 Sportback 呢，它的后车厢里面呢有一个 Dumper， 它能够呢有35赫兹的共振音的抵消的效果，所以呢它后面那种轰轰的共振声呢少了非常的多。它唯一的车室里面呢能够传进来的声音呢，就是它的轮胎的滚动的噪音，这个难免。但是呢，它在风扇开启散热的时候呢，风扇声音也不至于太大。好，而且呢，它整个椅子组装品质、内装真的完全没有那种叽叽呱呱的声音。就算是这个 Q4 呢，它等级呢稍微是比较入门一点点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车重点不在于多么的科技、多么的快，而是呢让你感受到，的确豪华品牌电动车它就是一个豪华品牌。在这里想告诉大家，这不是药，保养习惯就要从现在开始。90天青春有感计划，拥有弹性美肌，超级 easy， 输入推荐代码还可以享有更多的额外优惠折扣哦。搜索中天车厂家，或者输入 @CTICAR， 就是 CTICAR，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。